射手出来，李佩诚的外线偏，将军篮板球，再送篮底下有杨成汉。预赛中后段表现也非常的好、啊。嗯。球队需要他，朱云豪哦，一个远距的三分球。朱云豪今年的场均得分只有9.3分呢，其实并没有特别高、哦。哇哦，杨这边包括运球交叉，对，把所有 motion 里面小组合作的这个方式全部用出来。三分外线拔起来就进，两名锋线球员包括朱云豪，整个来讲践行的三分线外围的火力是非常足够的。慢球。底线，谢亚轩射手就位，哇！哇，速度很快，哎，到篮下放小了。五毛，弱边，陈范博彦三分外线 catch and shoot。谢亚轩给陈范，三分外线把乔楚瑜拉出来，再投进。哇哦，杨成汉被点掉，谢亚轩的火锅。快攻端，谢亚轩双脚垫步，哎，这两分拿的有技巧。高金伟突然间的加速，右边上篮有，进攻效率是非常高的。高金伟今天也大了，将军被盖锅，再拿回来换左手短，胆是有了，但是需要火候。哎呀呀，不得了！五毛单节第三个三分球，排名在第六哦，也只有70分哦，所以87.9减到70分，哦，将近有这个10分进入到第二节。魏家豪在三分线外接球出手进，不急哦，辅大慢慢来，哦，慢慢追分，因为像上一场的一手。开局也是开得不漂亮，最后还是有办法逆转胜哦。没错，但是刚讲完，谢亚轩又投进了三分球，非常凶猛的火力。李佩诚大转身，然后后仰出手，好球！点评照，单边面对魏家豪，切到禁区被 Kangaroo 盖火锅。魏家豪快速的飞上来送给队友，再顺势做给射手李佩诚的。将军一箭穿心，传到禁区有。哦，第二节一开始，辅大把气势给要回来。谢亚轩球算两圈进，好，篮板给抓到。有人溜底线啦！谢亚轩溜过，他完全没注意。哎，这边也是一个机会啦！自己的大长安克就发生失误。哦，这边乔楚瑜上篮得分，存在了，还在学习的过程。哦，四分差喽，这个比赛又开始有意思了。对，在第一节一度是补偿，将军哦，再给乔楚瑜，乔楚瑜转身勾射有加了。这个双后卫啊，双控几乎是没有人休息啊，哈，哦，好球啊，高景伟，哇，哎呦，这有点放枪成分。魏家豪快速推进，已经到禁区了，正面的背下，地板球送给魏家豪，转身有，我切到这个罚球线的位置，对到防守的位置的人是这个陈范博彦的，太轻松。弥补了刚才有点小小的投篮的失误，魏家豪再来进三分球，哦，三分差喽，一度落后22分，三分差是不是就看这一球打半进？再转移 ，low post， 陈范博彦弧顶位置是 wide open 的古毛围着 for three， 好，弱边，将军面对谢亚轩。切到禁区给乔楚瑜轻松两分，嗯，球时间可能稍微长了一些。底线，点评照，三分球命中。目前践行的三分球出手24次，然后两分球。五毛，右边第一线又很轻松的突破。low post， 庄伟杰好球，找到了将军。
将军，这个切入够强势。底角，这边是透过掩护之后的一个射击三分。对，这个球定在这边做 ISO 的话，对将军的这个进攻端就比较勉强啊，不变了。身体稍微往左边动一下，防守球员就被骗了。瞬间，他就有办法移动。好球，张志豪，蔡宏阳，中距离的跳投进。中距离只碰到篮网而已，再送进来，辅大的快攻机会。张志豪地板球送进去，有。点评照再给古毛维加，在底线两分球送进来给朱云豪。朱云豪过了低线，哦，好球，还过了乔楚瑜这一关。武大能够把分数咬到一度只有一分差，我觉得也不容易。是。好，高景伟跳投拿下了两分。这是今天最后一场比赛，八十二比68，建行科大过了第一关。